是什么让你觉得我发疯都可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rrick 韦健。这次呢，就是可以参与《亲爱的九月》，其实还蛮兴奋的。然后这次就是饰演 BK 这个角色，他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一个人。这次其实制作的那个团队也是我本身非常喜欢的 TreePotatoes and Big Tree Meter， 希望可以在这不管是幕后也好，或者是幕前也好，都能够擦出好玩的火花。